Got the joint sitting in the slot for you. Right on time. Joint right down, yeah. I pull up on bitches, there ain't much to talk about. She riding with a man, she make an excuse to get out. I got my own. I'm a 梦长六精人，金光灿烂，自西方来。虽告百官，百官皆言西方有神，曰为佛，如梦中所见。帝大喜，前世求之。使者得经书归来，名曰《大音佛经》，世人皆传此经，有转轮长生之效。一时，天下静中，几经血雨腥风，《大音佛经》已不知所踪。100年前，有少林还俗僧人借空归乡途中，偶得此经，参得无上功法，遂匿于天舍郡，隐姓埋名，并娶妻生育二子。借空弥留之际，恐经中功法与二子不合，乱其心性，为祸天下，故将其一分为二，命长子贺宣图，次子贺宣宇各怀半步，各走东西，约定此生永不相见。数经寒暑，贺宣宇西行至沙洲，忽见一山金光闪耀，有千洞千佛，伴佛颂之音。宣宇大喜，修行于此，以护神佛，并自取法号慧觉。20年后，慧觉半本功法大成，自觉有走火入魔之威，遂闭关修炼，以压嗜血心魔，终将半本功法称为内功与佛法两篇，定名莫高真经，修炼此经，若其佛法必坠魔道。世风沙洲，烽烟四起，慧觉木工匠于一线天修机关暗道，护莫高净土。有10年，空同弟子陆建成抗蛮于莫高苦下，危难之际为慧觉所救。慧觉喜陆建成为人忠直，其天资不凡，并不计道佛之嫌，教会陆建成莫高窟学艺十载。过一日，慧觉主陆建成将莫高真经分开保存，交代守山工匠一番后，了然元气。陆建成悲痛欲绝，遵慧觉遗愿，将半部真经留于莫高窟后，自携半部下山，而携另半本大音佛经东行的慧觉之兄贺宣图更杳无音信。至此，大音佛经已拆为三份，世间再无全本。
七八六万兄这个说是啊六花呗我自豪花家人的万花家月是啊人花家家北里中干嘛日我去拉回啊这北里中哎呀拉回了翻了上个的脸色给你吧哟万兄这个说是啊哟花呗我自豪花家人的万花家月是啊人花家家北里中
血色空旷的天空，问爱是否真的存在过，飞鸟都懂受伤的羽翼，花朵紧闭春天的气息。You motherfuckers.